第四十九题，四十九题五十题是题组，请在阅读下列叙述后回答四十九五十题。若 W X Y Z 代表四种不同的金属元素 ，W O S O Y O Z O 代表其氧化物，四种金属分别与不同的金属氧化物混合后加热，结果如右表所示。其中加号代表有反应发生，减号代表无反应发生。第四十九题是问。W X Y Z 四种金属对氧的活性大小顺序为何？我们看到 W 加上 ZO 是有反应的，就表示我们的活性是 W 会大于 Z。那么这边呢 ，X 加 W 没反应，所以就表示活性是 W 大于 X。X 加上 YO 有反应，所以就表示活性是 X 大于 Y。我们的 Y 加 W 没反应，就表示活性是 W 大于 Y。我们的Z 加上 XO 没有反应，就表示活性是 X 大于 Z。 那么 Z 加上 YO 有反应，就表示活性是 Z 大于 Y。 所以综合起来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活性大最大的是 W， 第二位呢是 X， 然后再来是 Z， 最小的是 Y。 所以活性大表是 W 大于 X 大于 Z 大于 Y。 因此第49题问我们说 WX、Y、Z 四种金属对氧的活性大小顺序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W 大于 X 大于 Z 大于 Y。